就今年就62岁，咁我嘅职业咧就系一个矿产资源开发嘅。运动多啲，运动我比较中意踢波啦、打篮球啦、游水啦、跳舞啦、打乒乓波啦。10年前咧，我去睇医生，医生咧就话我个膝关节退化。咁咧问题就话，我当我坐得时间长嘅时候咧，我就好辛苦先起到身，同埋咧我上落楼梯系好辛苦嘅，我好惊跌倒。所以咧，我睇过好多中西医，做过好多物理治疗啊、中药啊、针灸啊，就算做过手术。但是效果都不好，我就很怕以后都不可以再踢波，而且呢行动会很不方便。3年前呢，我用了 SDTL 的骨建例，第一次用的效果非常之好，我琴弓踎低都没问题。之后呢，我一个疗程之内用了3支查了上去，我现在效果感觉都非常之好，我每个星期都可以踢2次波，而且行动都很方便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